你看附着那个水泥的痕迹有没有？对啊，它就装在那个水泥框上面，然后可能就房子被拆掉了，然后这个木框可能也变成废弃物让人家回收回去。对啊，那如果你没有去使用它，它可能就是当你们家烧开水的以前烧开水的那些柴火、新柴之类的。对，那我们去把它买回来之后，取我们要用的部分，然后再制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看着手里从废料中拯救出来的木块，即使外观再斑驳，但在薛爸眼中，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木头其实都是珍宝。对，我们把它做成一只金鱼，因为蛮多朋友喜欢我们的摇摆金，所以它有点像以前的摇摇马一样，有没有？对，它可以前后摇摆，然后也可以取那个弦，就是金摇摆，哦，那它也就是金摇摆这样。对。小心翼翼，顺着红线切割，每一分都得精准控制。看来熟练稳定的技术，却是长期反复练习下的成果。那锯碗呢？大概就是这个形状哦，它就是有点那个，我们最后会抓它的弧度，这样让它有一点摇摆的感觉，这样。而这只是作品雏形构成的第一步，之后还得经过反复的切削，才能让手中木头重获新生。做眼睛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都是用木头去把它镶进去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装好了第一层木头之后，我们上胶等胶干，我几乎都会放一天，然后隔天再去处理它的内圈的眼珠子部分，然后处理完之后再来处理它的那个鱼的形状，这样。对，所以原则上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然后因为有手削的成分在里面，对，所以可能就是慢慢的去，对，去雕琢它，然后也其实也享受这个过程啊，享受和木头相处的过程。或许动作看似反复乏味，但对薛爸来说，空气中弥漫的天然木香就足以点燃他创作的热情。在削的过程就是享受它那个味道，对，然后看着它慢慢的成型这样。那其实每只鱼都是这样诞生的啦，对，那只是因为材料不一样吧，然后或者是当时的那种我们看着材料去思考这个材料可能适合什么样的形状的鱼，对，会去做改变这样。以前上工艺课的时候，可能就是家庭环境的关系哈，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购买一些材料的时候，然后我会自己跟老师要求说，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去找材料来创作一件作品？可能有人家刚砍下来的树木，那我们去跟对方要了一件树干之后，然后回家就开始去做这一个作品的产生。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做的是一艘那个渔船，对，然后也是拿了一把美工刀，然后慢慢去削那一块木头，慢慢的让它成型成为一艘渔船，然后交给工艺课老师。那老师对我们当时作品的评价其实是蛮高的。从小就展现对木艺的兴趣，虽然在现实生活压力下没能将才能发展成事业，不过他也未曾偏废这项能力。来到薛爸家中，会发现里里外外到处都是他的作品。以前有一句话是，就是小朋友很想要，然后人家是爸爸买给小朋友，然后但我们家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爸爸有很多的创意，然后他也有很多的手作能力，所以他就是做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去丰富我们的家里。然后这是我们家的家门口，然后这边看到的呢是我们的信箱，就是做成一个房屋的造型。那因为爸爸他很擅长就是木工，那另外妈妈的那个创意是在于妈妈的配色，就是妈妈很喜欢彩绘，所以这是爸爸跟妈妈一起就是合作的作品。然后像是这个大门啊，也是爸爸用木材然后去把它做那个拼接，然后结合金工，
然后上面也有用那个木窗来做点缀这样子。从小就是爸爸做给你，对雨桐姐弟俩而言，爸爸就像是个魔术师，总能为全家人打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物品。而爸爸的巧手不仅为房子增添缤纷，也陪伴孩子们一路上的成长。像是我们参加科展比赛，就是也会跟爸爸一起讨论，然后就完成作品，然后包含可能作品上面看到有很多的色彩，然后那个就是妈妈的专长。然后小时候算是把父母利用的淋漓尽致，就是我们的作业也是他们的作业，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去玩一个创意。然后我觉得一直到我们长大，其实在跟父母一起互动完成作品的那些过程，其实都变成我跟弟弟现在的一些可能创作的一些能量。这个就是台湾快木，然后它春秋蛮密的，然后这个如果要做的话，它也是我们会把它做成金鱼的造型，一只头很大的金鱼这样，然后尾巴有点翘。在木头上笔画，金鱼在脑海中早已成型，是直觉，是熟练，也是在生活中不断发想的创意。而开始做鱼的背后，其实有个浪漫的理由，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里面都有鱼这个同音字这样，对啊，然后就想说鱼它让人家的感觉就是很自由自在，对，因为遨游在水底下那个三度空间里面哈，会感觉它比较无拘无束这样，哎，然后就是因为这种关系，然后鱼也很好去发想，然后去天马行空的去创作。而品牌的诞生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展现，女儿雨桐正是最大的推手。一阵子她就做了很多的鱼，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她做这个鱼可以有什么功用，然后就被把就做了一只一只，然后她就说她要做100只挂在我们家的墙上。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就觉得有点困扰，就是不知道这些鱼可以干嘛，所以就把它都收到一个箱子里面。那我就觉得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像我们家人都很喜欢逛创意市集，然后我就希望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把爸爸的作品也让更多人看到，所以那时候就跟爸爸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出去摆摊啊。女儿的提议学霸接受了，于是两个人开始着手成立品牌，之后太太和儿子也跟着投入，一家人一起用行动力将梦想落实。就是我有朋友问我说，那你们这样子家里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因为家里真的很缺钱还是什么的，我就觉得不是，因为其实我们是真的当兴趣，然后当这个品牌在经营的时候，其实可以因此而认识很多的摊友，很多的朋友，所以我们才会去继续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没有压力的，我们就真的把它当作是就是放开来玩的那种感觉。喜欢玩，喜欢生活里有不同的趣味，对于各有正职的父女俩来说，品牌的经营就是一段玩乐的过程，虽然没有压力，却也玩得认真。然后老木鱼是第一个就是爸爸提出来的名字，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我们再想想看看会不会有更好的，然后一直想想了非常多，想了什么木工妇女啊等等的很多的名字，以后还是觉得第一个最好，对，所以就回过头来叫老木鱼。然后叫老木鱼的意思是因为爸爸所使用的木头，有一些木头它是大部分都是历经年代的木头，还有英文名字，这也是爸爸自己的创意，就是他还有他很多的小幽默，像他就会说老木鱼的英文名字就是你老木鱼念快一点，老木鱼老木鱼老木鱼就变成 love you， 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充满爱的一个品牌。就这样，这个充满爱也凝聚一家幸福的品牌，在2018年成立后，就以市集为据点，和大家分享这一只只疗愈温润的木鱼。在雨桐的规划下，以每个月至少出摊一次的频率，让爸爸的手作木鱼从南到北自在悠游。
因为很没有压力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把每一次的出摊都当作是一次的家族旅行。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机会到台湾各地去走走看看，可是我们因为出摊，我们就会在工作上面我们安排的假日然后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可能去台中，然后我们出完摊我们就会留一天空白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去逛很多的台中的景点，然后我们去的那些地方可能是我们觉得我们想要去欣赏那个建筑物，我们想要去欣赏那个空间的摆饰。其实我觉得那些走访的地方又回过头来回到了这个品牌上面，我们一起去思考可以让它怎么做得更好。而每次的出摊不仅为一家人创造不同的回忆，甚至还成为作品诞生的契机。其实以前爸爸没有做鲨鱼，他都是比较习惯做就是这种流线型的鱼。然后鲨鱼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台南出摊的时候，后来来了一个家庭，然后因为他们的小孩很喜欢鲨鱼，他们还在我们隔壁摊买了皮雕的鲨鱼，然后回到家他们就私讯我们的粉专说可不可以给你们定做鲨鱼，好像没有看到你们做。然后爸爸就尝试就是做了小只的鲨鱼这样子，然后那个先生看了就很喜欢，他后来就订了很多只，他就组成了一个鲨鱼的家族，就是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只鲨鱼这样子。每只鱼的背后各有故事，而特别的是每个从老木鱼诞生的鱼儿也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个是一抹微笑，它就是抹香鲸，然后它有一个嘴巴的弧度就像是在微笑一样。还有这个就是也是比较不是一般的，这是一只鳄鱼，然后我们会取一些就是比较可爱的名字。然后鳄鱼一般大家想象就是鳄鱼会吃人，可是这只鳄鱼它不吃人，然后它的名字叫做肚子不饿。对，我刚刚做的这个摇摆鲸，因为蛮多人喜欢它可爱的造型，然后鲸摇摆的谐音哦，可以让他在爱情、事业上、学业上可以紧摇摆这样。你其实每只鱼在创作过程就好像那个妈妈十月怀胎的那种感觉嘛，对啊。那你好不容易把它创作出来的时候，你赋予它一个名字，当然有时候是这个材料在创作的过程它给我的灵感，对。然后在做着做着，突然间它那个名字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对，然后或许是这只鱼的形状，对，让我觉得说，哎，这个名字就是适合它的，然后它告诉我的就是它想要这个名字。将作品当作自己的孩子，而非商品。每只鱼的诞生都带着薛爸和家人们的祝福，只是就像孩子长大，总有离家的一天。随着每次出摊，有些鱼儿也游向另外的家。其实这个也是蛮挣扎的，因为你在做完这个作品之后，你当然也是希望有欣赏他的人可以把他带回家里面，那成为他所喜欢然后把玩 的一个对象嘛。对啊，那其实是蛮复杂的啦。那 也很开心有喜欢他这件作品的人把他带回去当他们家的一份子，这样 去喜欢他，对，继续帮我们照顾他，这样。哎，是在屏东的太平洋，然后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时候刚打工下班就从旗山骑车回来，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市集，然后因为我们家以前就很爱逛市集，这样一直摆下来的东西有一直在更新进步啊，然后我也越来越了解我们摆摊的程序，就是从一开始我可能只在旁边帮忙，然后说个几句话，到现在就是我跟妈妈两个人就可以出摊了。聊着那些在市集摆摊的过往，灿烂的笑容里尽是对这份经验的珍惜。这天又是全家人出摊的日子，虽然少了要上班的姐姐，不过丝毫不减其他家人们的投入。大伙穿着用心搭配的白衬衫和围裙，不止看来整齐清爽，一方面也为品牌营造质感。
来到市集的时候，就是我跟弟弟啊，我们两个怎么去把它呈现出来，就是怎么去，他跟我比较有这个默契，所以我们两个就知道怎么去把它摆设的那种，让人家看起来会觉得就像一个水族箱的一个感觉，营造一个水族箱的概念，对呀、啊。所以爸爸就还是忙他的创，他到这市集的以后，他就忙他的创作。那我跟弟弟就是站在前面摊位上，跟人家介绍，跟人家分享，都是用家具行不要的边材，然后我们跟他们收购，再来制作。不同于爸爸忙于创作，姐姐负责品牌经营和行销，少瑜和妈妈则在每次的市集出摊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家人合作分工，用各自的力量撑起老木鱼这个年轻品牌。其实出来外面看看人，也让人家看一下哦。然后提高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能见度，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因为毕竟，让美的东西让大家看到，我也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个人觉得美啦，但是啊，客人就不知道了。手上正在制作的虎鲸是去年台湾设计展的设计选物之一，为了让更多朋友可以收藏，薛爸也会不定时的制作推出。但即便如此，由于木头的种类纹路各异，每只鱼都还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其实你再怎么用同样色泽的木头去做一只鱼的东西，但是它毕竟每一个木头它纹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做起来还是有它不同的美的地方啊，对。那当然也会尝试用不同的材质去做尝试，然后搭配出不一样味道的鱼。可以帮我们在脸书跟 IG 上搜寻一下。还有的人觉得是放在办公桌就很疗愈啊。嗯，有的人会放在他们的玄关，他觉得就是一家属于他们家的，就是鱼的寓意很好啊，如年年有余啊，平安有余，对啊。亲切向客人介绍摊位上的作品，开心和在摊前逗留的民众分享鱼的故事，这样的交流经常是美好的。而在摊位上这张画便记录了工作室诞生的第一只鱼和顾客之间的暖心故事。我们才还在摆摊，有一个洪老师他就看到了，他就说他想要买那一只鱼，然后我就说哎，这是我们家第一只，因为我们刚还在家里讲这件事情，没想到还在摆摊就被那个洪老师看到，然后他就听到我们讲说那一次我们家的第一只鱼，他回去就跟他女儿分享，从此以后他只要来跟我们说我就是买第一只鱼的那个谁啊，我就说哦对对对，后来慢慢的几次他就会来市集找我们，然后每次都会带几只鱼回去，有一天他女儿就画了这一张，然后给我们写了怎么去认识我们，然后那一个感情就把它记录在这里，然后送给我们，觉得很贴心，我就说好，我们每一次出摊我们一定会把这一张带出去。传神的四言会画出一家人的神态，就连薛妈和雨桐爱穿的厚底鞋也被巧妙捕捉，从此陪着老木鱼到处出摊，见证这段难得的情谊。此外，在几次的市集中，一家人也认识了其他的摊友们，像是希望之庭的这对年轻夫妻，就是薛爸一家在市集里的忘年之交。每次在市集碰到，我就会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知道说他们两个年轻人，这样一对年轻的夫妻是因为喜欢创作，因为这样的一个兴趣，然后成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支柱或资源，那个一个支撑的力量。那我觉得，对我们家的爸爸来说，他是很向往的，因为他年轻，他就很想这样子。可是很现实的，这个社会上如果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去养孩子，养一个家庭，所以他的工作归工作，他要做创作只能利用假日。那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我们有一股就是有一股那个力量想要去给他们，就是说你们真的要坚持，因为你们是我们向往的，你们一定要坚持你们这样的一份工作。
传递力量和温暖，让市集里的摊友也能是亲友般的存在，成为彼此支持的力量。就是那一份感情，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好，就是会互相帮忙，那一份很浓厚。因为现在的人有一点冷漠，因为很害怕，不知道，因为不认识。嘿，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建立的那一个温暖，嘿，很真实。对，嘿，所以我们都说我们在一个市集村，嘿，是村民。哎呀，对。你们两个在外，我觉得要给你们补一下。谢谢。我们也是平常就是也会炖来吃。对对对，就是这个。嗯、对啊，那我也是想说，我今天还是煮四神汤给你们喝。哎呀、啊，谢谢。因为有一些中药材，我觉得那个对身体不错。好、嗯，谢谢。除了市集上的交流，这天在台湾设计展时结识的摊友小罗，也和太太应邀到薛爸家中一起共进晚餐。鲨鱼，假日的时候就是我鲨鱼的时候，对，平常没有帮杀。里面还有哈汤，你们不要以为说只有这些。都还有我们的桌子够大。对呀、啊。夹得到吗？夹得到。可以可以，没有就可以啊，可以哦。我手很长，我可以啊。对啊对啊。不要客气哦。美军靠你夹菜喽。好，你要怎么？腊肉我炒的。刚美军问我说，因为我奇怪很顺，美军问我说是不是很熟？我说对，哎，我猜对。熟门熟路了。胜利兴隆，祝你们早生贵子，好，努力努力，祝我们白头偕老，好，OK， 画出来，对不对？那就是两边上去，然后中间下去，因为这蛮厚的，所以可以做那个旗比较上去的，不要留陷阱。对啊，所以这个旁边。对，就是下面到这边嘛，对，然后上从这边延伸上来嘛，对呀、啊，所以土是这个样子吧？对，然后后面尾巴也是勾上去的。和薛爸讨论制作技巧，几个月前跟随爸爸的脚步，少宇也开始加入创作的行列。最早是先创了一只金鱼，蛮大的，跟这只差不多大只，然后。也卖掉了，我就觉得感觉可以继续做下去，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就是做红鱼比较多，因为红鱼的话它不用镶眼睛，所以就是我可以自己一手完成。要推出去的时候就轻轻的，因为它有一个顾一下。我自己平常都做小只，因为。你看，看到那一缸，或者是那边那几箱，就是爸爸做这些鱼的时候啊，会切下来的边。然后像这个，看就是一只鱼的虾后半部。然后我通常都会拿这种木块，然后再去画红鱼的形。越了解红鱼，你会觉得它的形越漂亮越美。然后，而且红鱼其实分很多种类，然后有淡水的、啊，有海水的，然后有嘴巴的、啊，或者是嘴巴在下面的。就通鱼的种类太多了，可是我就很喜欢它在那个海里游的感觉，很像在飞。喜欢烘鱼的自在遨游，闲暇时少宇也常像薛爸一样翱翔在创作的世界里。
而薛爸不止启发了他对于木工的兴趣，每回出摊时也成了少瑜暗自较劲的对象。每次出摊了就会偷偷跟我说，哎，我今天生意字而已耶。我说你就是要做一堆作品然后衬托出我，因为我的作品就没有那种匠气，就可能人家可能看，哎呀，这个看起来比较有在这里面感觉比较不一样，他就会挑。我说你还是要继续创作，然后我就是帮你点缀点缀，然后人家就会看到。真的要比的话当然比不上，但是就自己的东西有卖出去其实还蛮开心的。用拇指推啊。嗯，对。对，然后刀子那个比较用力，因为用力怕不好控制。可能就一整天都全部把时间耗在这个地方。对，那其实这个空间算是我一个疗愈的场所吧。对，我觉得蛮不错的啊。自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一个疗愈的小天地这样。我不确定这一个行动，就是成立老木鱼这个品牌，对爸爸来说算不算是圆了他一个梦，但是至少我觉得现在看来，我觉得这个品牌的成立它凝聚了家人之间的感情。就是其实就是包含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可能出去外面读书，弟弟也去外面读书，然后跟家里有一段就是没有那么紧密的时间，但是因为透过老木鱼，所以我们重新我们很多的话题都围绕在这个品牌上面。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摊位更精致，更想要清楚的让我们的顾客可以看到那个画面。我们会一起去讨论布置，我们会去讨论行销，我们讨论很多的事情，我们甚至家人一起交了一群共同的好朋友。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家人之间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然后我们好像有一个目标可以一起去往前。